刚说了商道啊，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乡道。乡道咱们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妙峰山乡道和卢潭乡道，咱们今天来的就是卢潭乡道。乡道啊，顾名思义啊，它就是上乡的道路。上乡那么就肯定有寺庙，潭柘寺和戒台寺呢就是著名的皇家寺庙。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说法，这个幽州城啊就指的是现在的北京。咱们接下来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个历史悠久的牌坊，还有这个数百年的松树。在过去啊，郡王上乡他都走这条道路，他就是金溪古道，就是这个卢潭古道啊。它跟商道不一样的呢，商道它是宽达2米左右，这个卢潭古道它就宽达4到5米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跟我走一段。